做。Double kill. Killing spree.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
螳螂，谢谢你。他刚用大招来干过我的，他不用大招我还不去的。敌方已击败亚龙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这把下路没送了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Enemy slain. Double kill. Double kill. 注意危险！注意危险 ！Ally slain. Enemy rampage. Rampage. 注意撤离！撤离！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来拿增益。注意危险！这怎么能先吐银血啊？来拿增益。我在路上。
Enemy turret destroyed.他什么？那时男爵登场。他什么蓝呀？注意危险！我在路上，集合进攻纳什男爵。我方上路防御，来拿攻击攻击。集合进攻纳什男爵，发起攻击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.卢仙怎么这么贪兵啊，我真的很服的做 AD。 他恨不得再补一波兵，他平衡能力补兵啊，一个人在那儿好让他节奏杀他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，发起攻击。我在路上。哎，他们真的都是
就他们这个代谢能力，我不是小龙的，不是小龙抓了你们往这边跑是干嘛？龙不要了，来拿灯力，螳螂直接偷掉了。如果他在那儿，这有点看不懂的。大龙抓了往下路跑，小龙抓了往上路跑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就这个路线，真的。妈的，真的，我操！注意危险！真是个弱智呀，这种人，这是为什么要跟我走一条路？我看不懂到现在。巨龙。